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龟岛，那我们这边 MRT 下车的地方是港湾码头站，然后我们在这边买票，在这个地方买票，其实这两家是一样的，然后价钱都一样，成人的话是一张票是15块。那我们从这边呢直接搭船到龟岛，龟岛就是苦书岛，苦书岛之后再搭，在苦书岛再搭回来圣约翰岛。那圣约翰岛它的岛是有两个连在一起的一个部分，所以我们今天会玩两个岛，跟大家介绍两个岛。那这样船票总共一个大人是15块钱。那 Let's go， 耶，三张票 ，Let's go。苦书，苦书，苦书 here。耶嘿。耶嘿嘿，我们上船了，我们上船John Island， 叫做圣约翰岛，这是有两个岛连在一起的哦。可是我们这一站我们先不要下船，对，现在我们先不要下船，对，我们先去龟岛库苏岛。要往就是西边走，这边，然后到这边有个庙 ，Chinese 庙，然后再到这边有一个就是塔尔，然后我们要去塔尔那边拍照。Thank you.
This monkey, if more food you get, the more they throw. Must give a bit by a bit. Oh, yeah, yeah, yeah. You think they can give again? If not, they bite. New one, they go and throw. You, sorry.
husband, a wife, son. Three, yeah. Three enough already, I'm making a headache already.我叫他们，拉呀拉呀拉呀，什么？哦，这周，过去，那就不咬到，有毒好不好？我要带快乐乐处罚你。我要打海贼王啊！这岛上好多垃圾。 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